生辰哥，刚好十二点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刚好十二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其实很难得在自己生日跟那么多，首先有一些认识的朋友，有一些是刚认识没多久，一起在自己的生日里面过了一个非常的。非常开心非常感恩的一个晚上，真的就像一家人交换礼物，把大家又更凝聚在一起了。我感到就是其实在男人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很多很丰富的情感，只是可能平时不爱说出来。这感觉空气中就弥漫着一种爱、团结、互助，我们是个整体的味道。哥哥们一起去滚烫一下，